10 鐘左右一架小巴和一架雙層巴士沿青山道由九龍入元朗的時候在屏山附近相撞，消息說大約有10人受傷，其中一名小巴乘客被夾在車頭，要由消防員將他救出，他傷勢十分嚴重，傷者已全部送去醫院救治。在車禍中，巴士司機並沒有受傷，小巴司機就受了輕傷，自行爬出車外，而小巴的車頭和大巴的車尾均受嚴重的損毀。一名垃圾工人昨晚就在上水古洞村一架貨車內發現一具男子的屍體，警方已